位梁、两位大男人当幼教老师的人生初体验，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尾声。这九个星期来，他们和不同班级的小朋友一起上课，参加各种活动，渐渐的和小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很快的，同学们都要升班了，而最大的飞鹰班 Soaring Eagles 即将毕业，展开全新的学习道路，当小学生。为了欢送他们，也让家长观赏精彩的表演，学校案例将举办毕业典礼演出。不过，这将是老师们第一次筹备长达3小时的大型演出，也是第一次把表演搬到校外的场地去。两位大男人在这次的毕业演出也扮演多重角色，他们既是大会司仪、演员，也是舞者。小朋友也身负重任，除了豆豆班之外，每个班级从3岁到6岁都会呈现至少3个表演项目。180分钟的表演，300多套衣服，只有不到2个星期的彩排时间，大男人和老师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个历史性的大工程吗？正式演出只剩下1个星期，全体师生浩浩荡荡来到了表演场地，进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总彩排。今天早上大家就比较早一点集合了，因为呢我早知道大家有些比较紧张一点，因为我们还没有剩很多时间了，然后要选择他们自己的一些 K2 的学生来当他们的司仪啊。那我自己本身非常期待，也很好奇看他们就是排练就是练到哪里去。大男人 Alan 和伟良第一次排练整场的演出会发生什么状况？我有一些步骤我也还没有记好，就是说什么时候我应该说，什么时候应该插话，我不知道。Let's hear it for Olivia and Kayon. Keep on going? Huh? Or keep on going? Oh, not ready, okay. 然后我们 I'm not ready. Really? They're not ready? Okay. Hello, I'm Olivia. Hello, I'm Kayon. And we will be your MCs for the night. Let us now welcome the Busy Bees with a Chinese dance, Kai Mei Hong.In the spotlight because we can't see you. 才刚开始彩排就碰到一连串状况，首先是技术上的问题。I'm performing kung fu. 小朋友们，他们有时候就是换场啊，还是换下一个表演，对不对？可能有一点时间，他们的走位啊也不太懂。哇 ，OK， 很 Q， 很 Q， 很 Q， 但是 music start 他们没有懂，就是。有些有动啦，有些还会跟着 music 律动，但是其他都站在那边了。Why am I here? What's happening? 虽然舞步不难，但是小朋友们似乎都戒不了，舞台上只能用一个乱字来形容。尽管舞步不整齐，年纪较大的孩子还蛮享受他们的舞蹈表演。年纪较小的孩子却被陌生的环境吓坏了。
题还不止这些，华语播泰星的 Alan 念稿频频出错。珠穆朗玛峰海多高？8844.43米。同时每年成长1.2厘米。哇，这么高啊！真的很想去珠穆朗玛峰看看。接下来 K1 的小朋友将带领我们去感受珠穆朗玛峰那雄伟壮丽的气魄。表演项目一个接一个，负责编排顺序的副校长这时发现流程出现了问题。因为有些班级要出场了，却还没换好装，得临时安排其他准备好的班级上阵，小司仪也得随机应变。叫大人改都不一定改得过，你知道吗？我们做主持啊，我们有变动的话，我们都不一定反应得过来。但是你要叫，就是两个小孩子，6岁，我们有变动，你们要这个要 skip 掉，要讲下面那个。但是以我的想法，我觉得小孩子应该没有办法应变能力这么快。